区的部分呢是联合大学文官系的龙队，我们掌声欢迎 A、B、C 三个场地，我们的龙队进场。耶，公仔朋友。好，我们刚刚呢，钟老师特别说的，在海蟹的部分呢，会看到有属于水的水龙，就是我们的绿色青龙。青龙，哦对。是属于木，没错，三翼龙翼呢，在这边大家可以特别的来欣赏它们的龙头，它们龙头呢在龙鳃的两侧呢有这个一白色的点点，大家不要以为这只是一般的装饰哦，这可是它们来自我们的苗栗国际曼城三翼木雕的这个城市呢，他们老师钟邦虎老师呢特别设计的，是采用我们这个三翼木雕街当中木头当中最珍贵的材料树瘤，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龙头呢有这个树瘤的装饰，是我们钟邦虎老师特别设计，而且呢也可以看到他们的下巴，哇，这一尾龙的下巴呢是会随着龙头走的。三个场地呢，我们先做这个一次的表演。那表演完之后呢，我们三个场地就会同时在开战。现在在我们第一场地的，大家可以看到，这属于绿色的，是在五行里面属于。全省各地，但是
来到了苗栗，就融入我们苗栗的客家文化。所以呢，几年前呢，我们在联合大学呢，就特别成立了融队，每一年也都派出非常坚强的阵容来参与我们每一年的棒融的比赛以及表演。今年就更要直接的来进行棒融，我要特别的谢谢这群喜欢客家文化我们联合大学的同学，谢谢你的付出，你的努力我们看到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来传承客中的文化。而且呢，连大文关系龙队啊，他们曾经啊，这个里面的舞龙手还有龙珠手啊，是女学生哦，真的是巾帼不让须哎。是，特别我们在我们龙珠手的部分呢、啊，有很多的女性的同学来担任，会让整个龙队的表演啊，刚柔并济。没错。表演之后呢，我们就要给他做炮阵的洗礼。在今年，我们特别看到了五行的五彩龙阵，希望能够客庄兴，龙马精神，文化传，传承我们苗栗客家的文化以及我们客家的在地文化特色。要特别谢谢有这么多的龙队呢，在各地滋养我们文化的内涵，让我们的文化能够生生不息。好，我们 ABC 区的表演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紧接着，龙威虎振，生龙活虎，每一年大家一代的，让我们在现场都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一场的震撼。